我们今天第六组的参赛者硕轩带来的角色，就是来自于霹雳布袋戏的双流乐科，让我们热情的角色，热情的掌声来欢迎第六组的参赛者。
掌声鼓励鼓励。哇哦，这一段优美的演出啊，哦，公主好，公主好，来来来，我们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？您有麦克风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硕璇，我来自台南。来自于台南，台南真的是一个喜欢布袋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都市，对不对？也有算是一个就是民族戏的这个地方。嗯，朱璇，你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角色，因为很多人可能今天是第一次认识这个角色。虽然大雄刚刚有稍微讲一下，可这个角色实际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呢？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华丽的角色，那非常的自作多情。哦，自作多情，又没见过世面的公主。没见过世面的公主，然后看到了非常帅气，然后风流倜傥的王秀。苏了王秀。对。所以他就爱上了他。对，爱上了他，可是人家不要，他就硬要贴上去。所以就是开始展开了一段你追我跑的一个。哎，对一个过程就对了。OK。所以你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角色，然后今天要以他的扮相上来表演呢？因为真的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，而且就是一种骄纵的气息，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公主，当然她有很有能力，她有治愈人的能力，所以就是这种感觉，加上我又很喜欢华丽的东西，所以一种反差萌加上华丽的本质吸引了你。那说到华丽，您今天这一身的装扮，你可以转个圈让大家看一下吗？其实也是非常的华丽。那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发装跟它的饰品等等，是您自个儿费心做出来的？是因为其实我玩 cos 其实有大概六年的时间，那在这六年的时间就一直在不断的精进自己手作的部分能力。那近期对假发比较有假发新的，所以对假发的一些饰品啊，都是那时候当时为了这个角色，就是一路慢慢打造出来。所以双人月份的夹，就是他以他的发装来说是相对复杂的吗？哦，对，因为说实在卷发呢，假发跟真发不一样，假发要等到那个冷却了它才会定型。所以就是要一卷一卷，它的电卷棒。所以你的假发的这个卷发，它是原本买来的时候，它其实是蓝色的长直。对，蓝色。然后把它卷成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就是那慢慢一卷慢慢卷出来。所以后生美术这个应该花了不少时间了。对，因为华丽嘛，就总要多花一点点时间制作这些东西的部分。好，非常非常的辛苦，也非常今天精彩的一个表演哦。那也希望你得到好的成绩了啊！没掌声，谢谢他，谢谢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六组的参赛选手硕璇啊，那带来的作品来自霹雳布袋戏的双流乐科。